花完。小林玩具。啊？小帕，你在看什么呢？导演，我给你。这不是一张白纸吗？什么也没有呀。你对呀，最近我好多天没画画了，画工都要退步了。想画点什么来着，可是脑袋空空，什么灵感也没有。嘿，那我来帮帮你吧。导演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今天的挑战就是随机绘画。这个简单，还给我提供了灵感呢。那我们赶快开始吧。可没有这么简单哦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挑选完素材之后，你只有5分钟的时间进行绘画创作，包括上色。啊，导演，5分钟，这不是为难我吗？特种兵绘画挑战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计时开始。石头剪子布。好，石头剪子布。啊，输了，石头剪子布，输了，石头剪子布，赢了。哦，石头剪子布，石头，哎，又赢了。美食。下下，石头剪子布，石头，赢了。魔法。我这什么意思？导演，可是我刚刚没抽中颜色啊。那这样好了，那你就用夏夏和月月的代表色好了。好吧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计时开始。好，先找一找颜色。哦哟，开始了。黄色和橙色应该都可以用吧。既然是美食的话，我现在最想吃的就是果冻。那画一个果冻好了。哎，但是感觉布丁也可以，画一个果冻布丁是一个东西吗？有点大哎。怎么感觉自己画了一条裙子？然后上面应该是有奶油的吧？应该是有一坨奶油。哦，那这个奶油。不会画成便便了吧？好，哎呀，这个奶油感觉怎么这么奇怪啊？要翻车了，家人们。然后加一半橙子吧。因为只有橙色和紫色，没有紫色的水果吧？哎，对呀，有葡萄。我画一个葡萄。我还没画人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好紧张呀！画一个夏夏。嘿嘿哈嗨呀！夏夏有嘴巴吗？有！我在说什么？不行啊！还有月月还没画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画一个蝴蝶结，然后手在这里，有一个尾巴。月子啊，月月有鼻子吗？对，还是要戴一个魔法的帽子，因为这个是美食魔法主题的。月月这里有个月亮。等一下，让我涂一下颜色。哇，一定要涂完。等着我，等着我涂完。啊！嘿呀！耳朵，完成了。没画完。我可别再补两笔。加一个那种魔法的感觉，有点抽象啊。
完成。怎么样，小趴，今天的挑战你觉得有意思吗？哈哈，挺有意思的，还好我偷偷爆改了一下，不然就要成为我绘画史上的滑铁卢了。汗流浃背了不？是啊，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绘画呢。